台东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日前受邀到东海国小参加校庆活动，并且设摊宣导。妇幼队成员利用闯关游戏，让小朋友们熟悉妇幼安全法令知识，还有自我保护方法。妇幼队表示说，透过寓教于乐方式，让宣导效果可以加成，也获得在场师生热烈回响。讲两个就好，警察局还有。台东警局妇幼队成员透过游戏闯关的方式与小朋友互动。日前妇幼队受邀参加东海国小校庆活动，并担任游戏闯关活动的关主之一，借由闯关活动来教导小朋友对身体自主权的认识。生动活泼的介绍让妇幼队的摊子上总挤满想要参加活动的小朋友。妇幼队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，除了能成功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之外，也借由游戏过程将最正确的妇幼安全法令知识灌输到小朋友身上，让孩子都能平安健康成长。记者陈纪麟，台东市报道。